言才是最好的选择。但是如果刚好就落入你手中，那不妨就握紧它吧。正所谓得之我幸，不得我命。妈妈在后面。现在前方的朋友可以再次高举您的双手，举手举手，可以慢慢的把双手，你两只手啊，我帮你撑住，你两只手撑起来，来忍受，你要看着他，看着他，已经前失，哇，哇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哇。刚好碰到你，碰到你。正所谓人间在世，借梦想求，就是活了的，对你而言才是最好的结果。但是如果谦虚，或者是要死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有啊，碰到你就 OK 了。若其他吧，正所谓得之我幸，不得我命。没关系，他是。